亲爱弟兄姐妹啊，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主任牧师的话。我们上个星期呢刚刚从台北回来，这一次我们有 Next Gen 的退休会是在台湾的，所以我可以形容这一个旅程啊，跟年轻人一起，我也觉得我年轻了，我跟 Pastor Emerson 年轻了，然后当然没有他们这样有活力啊，他们可以从早玩到晚上啊，我们当中都盼望可以有点休息哈，所以就发现哎，在这个里程真的很多 golden memory， yeah, yeah. 是真的很多 golden memory，尤其是这一次是我第一次跟 Next Gen 一起去这个 retreat， 其实很开心啊，因为可以跟他们一起连reconnect 啊，因为很多他们当中呢是很早期我来教会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们，然后我们就一起在青年团队在青年崇拜一起打拼的，是所以我也很多年了，十多年，我也跟了牧师也16年、很久哦，然后当中也是有去了扫地2年，然后可是回来的时候就做了全职咯，很谢谢牧师能够接纳我。你非常好啊，优秀啊。So, 我觉得当这次去了 Next Gen 的时候，让我感觉就是可以更加的跟上，更靠近啊。我觉得这次我很大的得着哦，因为我是觉得这个 retreat 啊是真的很 empower 咯，不只是吃喝玩乐，但是我们真的可以 go into deeper of 很多的 sharing 啊，很多的分享，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也让我看到一个很大的醒觉，让我觉得就是在年轻人当中。我自己本身也是下一代嘛，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我自己很退缩，觉得好像很退缩，虽然是讲跟着你跟着你们，可是有时候我还会 back off 啊，我会觉得有时候我会比较顾着自己，就完全好像没有很 follow， 但是这一次的 retreat 让我感觉到因为我看到牧师你们带我们的时候啊，是真的很用心去带我们啊，让我真的是可以完全的跟着你们咯。是，其实我也很开心啊，你们跟上来，哎，这一次不单只是有全职嘛，然后我们还有一批是我们Next Gen 的 M 嘛，他们都在职场，从年轻读书到今天，他们可能做生意啊，可能专业人士哦，我觉得很有盼望，跟你们一起也很开心的，然后也看到很多活力。他们也很专心，所以我也觉得很有盼望啊，非常的喜乐。是啊，我跟小芳我们就有一个很深的沟通哈。首先真的是要谢谢牧师还有 Pastor Amos 带着我们 Next Gen 一起去到台湾，我觉得这次去台湾真的是让我有很不一样的感觉，因为以前十几年前在台湾念大学，然后现在就是以一个同工的身份，实习传道的身份去到台湾，然后去到我们的姐妹堂，然后台北61还有宜兰61，然后我真的是看见当地的同工啊，牧者传道们啊，就是真的是很主动啊，他们在去招待我们接待我们的时候哦，他们真的是很主动，然后就是很热情，然后就是有什么需要都会帮我们想得很周到，然后也带我们去吃上好的好像牛排啊，那一种是和牛级的那种牛排，真的是觉得台湾人真的很热情，然后所以其实这也让我去反思我自己啊，其实我在我原生家庭，其实我们以前在传统教会的时候其实是真的有曾经被牧者伤害过，然后我们就换教会，其实我觉得这个伤害我以为我已经过了，可是很感恩是这一次我觉得我去这个 Next Gen Retreat 的时候，其实神他
他也在更深的医治我。是。然后，我发现我自己其实我还是有一点惧怕卷饼。然后就是特别是我在做一些事情我做的不足的时候，我被讲啊或者被调整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自己很糟糕，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很怕，我很怕我全民不喜欢我，我很怕我的全民会以后会拒绝我，或者是以后要把我降职还是怎样，我就有很多这种想法，想很多小剧场就出来，对对对，所以我就很多的惧怕在我里面的时候，我就发现我里面那个原本我有的那一种主动跟勇敢就出不来。所以这一次在我们最后一天在机场，就是我们临时在还没上机之前，牧师和 Pastor Amos， 因为我们也认识一段时间了，他们就很直接的告诉我，哎，就是发现我好像很被动，这一次很被动，然后很多事情还要他们去追问我啊，然后我才会跟他们讲这样子。所以我也发现，哎，我怎么了？我自己好像怎么了？我好像平常不是这样，可是为什么这一次会这样？所以我也在检讨我自己，我就发现其实有这个惧怕在我里面的时候，我很多东西我就没有办法去果断的做，我就没有办法去考虑到很周详，我也没有办法去很勇敢很主动的去跟我的权柄沟通，所以就会让很多事情都会卡着卡着卡着，或者是权柄也有很多的问号，有很多的不明白，哎，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所以但是呢，我就很感谢神是这一次牧师跟 Pastor Amos 他们就很真心的对我讲这一番话，而且呢他们也在真的是给我们夫妻之间有很多的一些的 advice， 让我也看到自己的一些盲点，就是说让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可以知道在怎么更突破，然后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丈夫的帮助者，或者是更提升成为一个360度的女主人。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是感受到牧师对我们下一代不是只是说爱爱爱爱爱恩典恩典恩典就够了，其实是有的时候真的我们在没有看到自己的盲点的时候，其实牧师跟 Pastor Amos 他们也很冒险啊，他们其实我也很怕你生气不上机了然后离开可能我就不知道以后就不如讲面对牧师，可能牧师Pastor Amos 他们都没有去想这么 worse 的情况，反而他们是真的很勇敢的去告诉我，然后我也真的是去消化，然后去了解，然后也真的发现的确我有一些地方真的需要去突破的医治。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 Next Gen 的台湾 Retreat 真的不只是吃喝玩乐啊，真的对我的属灵的生命，我整个生命的成长跟造就方面有很大的益处，所以真的是要谢谢牧师和 Pastor Amos 真的是这样用心的去牧养我们下一代，感谢神啊。小芳也很优秀的啊，我记得在我讲到的时候他就帮我读经嘛，你知道我们的华语在台湾的眼中就很多别字的了，但是他用很准的华语来读嘛，所以就让我讲到就更精神，很棒，是啊，感谢神，有醒觉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都盼望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更荣耀更能够彰显我们神给我们的 being。 那对于我这一次跟牧师去 Next Gen 的 Retreat， 我觉得当然好吃好玩好的住宿好的招待全部都是台北六一 Peter 牧师 Daisy 师母还有宜兰六一的卢恒牧师师母他们还有林教授也来接待我们呢， 是真的是五星级的招待和接待啊。但是当我看到这一些的时候，其实我们 Next Gen 我们这些年轻领袖做了什么呢？什么都没做，其实都是托牧师和 Pastor Amos 跟这一些牧者们的关系的密切的关系。我记得 Peter 牧师讲了两次台北六一是 GA 在台湾的家，他会这么说是因为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牧师不是说啊，我为你祷告我来为你给你一些建议而已，而是真实的我来陪你我来帮助你走过那艰难的日子，叫他们在低谷当中可以看到一个曙光看到一个盼望，牧师确切的实际的帮助。还有然后我们在宜兰六一听到卢恒牧师讲了一番感动的话，在最低谷跟张牧师谈了2小时， Pastor Amos 一句话也没说却站起来给他一个拥抱，那一个拥抱让卢恒牧师进入了六一一的大家庭成了宜兰六一的主任牧师，是哇，这个
他讲的时候他就哭哦，我们也从来没听过，哇，全场的 Next Gen 也在哭，我也感动哭啊。因为一个人，我们的一个简单的举动，一个拥抱啊，一个拍拍肩膀，可以影响一个人的生命如何得到那么大的帮助啊。然后还有看到跟林教授的关系啦，从高山低谷一起走过到现在，所以我看到牧师和 Pastor Amos 跟人的 connection 是很 genuine 的，是很 truth 的，是很 deep 的。这样子，因为你们，我们下一代就蒙福了，我们下一代就得着许多的益处，这些不是我们，真的是牧师和 Pastor Amos 说的。所以我看到我们的 connection 好，我们真的是能够这样祝福带给下面，我们也是这样子蒙祝福的。Amen. 盼望你们这一代也起来咯，同期就是弟兄姐妹同样这样的一个叫做 sibling 嘛，弟兄姐妹的关系好，其实我们就可以很多资源就可以给到下面。所以无论是在自己的教会或者其他的人但是我们有一个家的氛围，然后我们也有照顾身边的人，我觉得这样呢就会带出一个非常非常荣美的那个荣耀嘛。其实神喜欢什么？神很喜欢弟兄姐妹之间没有嫌隙，彼此相爱。但是嫌隙总会有，可是我们可以怎样突破呢？所以我觉得来到今年20年，我们也经过了很多无论是新马牧者退休会啦，还有这一次我们Next Gen 的退休会啦，很紧凑的两个在一起，诶，我就发现神其实给我们看到，可能我们所付出的，我们所在牧养上所付出的，或者在金钱上所付出的，神都看到，神都会给我们感受没有白费心机，而且每一样东西都会好像在好土一样都会发芽长大。所以我很感恩，我盼望我们的Next Gen 还有很多很多不同 generation 的人都能起来成为神可以用的人。愿神祝福大家，愿神与我们的教会同在，让我们的下一代更有恩典，然后更能够跟随神，生命更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神祝福你们，我们今天主人牧师的话就讲到这里了，我们跟大家说再见。